这是你挂的吗？对呀、啊。腰比腿还长，你平时这样穿衣服吗？那大姐怎么挂呀？很多导购在挂板的时候经常会出现这个问题，在这里教给大家一个小细节，这个条叫做连接条，是连接上衣和下衣的，这边是上边，孔多的是下边，我们把下衣挂在最上面一个洞，会出现刚刚那个情况，腰部是长的，腿部是短的，这样看上去比例是失调的。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？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钩子是有长度的，10到15公分不等，所以我们要把连接条反过来，洞多的那一边在上面，根据钩子的长度来决定你要挂在哪一个洞里。因为我这个钩子是10公分，我挂在了第三个洞。反过来之后把衣服塞进去，这样是不是好看很多？但是有一个小缺点，后面是不是很丑？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这个连接条放在衬衣和马甲的中间，把衬衣抓起来塞进去，塞平以后往外拉一点，来打理一下，这样是不是好很多？这是啥呀？我不在乎什么天长地久。